2.5 的这些演员，那今年也已经18岁了。你说你耽误了多少时间？你看习近平现在又胖又这个，一看就是爱睡爱吃甜的。还是要注意了哈。我就是暂时就说这些，我觉得挺遗憾的吧。但是既然是老天爷是这么安排的，甭管是哪个城市的神，也许他那边要转生，就等着他快点过去啊。这样呢，20年以后又是一个大学生啊，然后在违宪的问题和人权的问题，他就关心这两个问题嘛。他认为老用原来的人，原来的国体政体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什么新的东西。好，不可能保证不违宪，不可能保证人权得到保障。他一直都是在强调这个问题，也只能这么说了。他不可能去共产党是邪党，这话他不可能，这记者马上就给你播出去了。嘿嘿，好，再见，谢谢他。看看这夜景多棒，地上那个还反光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可惜还是下的小雪哈，所以你看，那就小雪嘛，它就乌蒙蒙的，像雾都一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